Hello， 咁多位，继续带大家喺上海呢度行一行。嗱，刚刚见到嗰个咁靓嘅泳池咧，其实唔喺酒店嗰度嘅，系喺呢个上生生所入边嘅。咁啊，简单介绍一下上生生所啦。上生生所咧就系以前嗰个美国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嚟嘅。咁啊，里面咧其实都几多嗰种西班牙风格嘅建筑啊。因為以前咧，其實幾多嗰啲美國家庭喺度社交啊、聚會咁樣嘅。裏邊咧有啲咩健身房啊、舞廳啊、棋牌室啊、甚至麻雀館咁樣嘅喎。咁啊，剛剛嗰個泳池咧就係呢個海軍俱樂部嘅附屬泳池嚟嘅。咁啊，因為以前呢度都係租界啦，咁啊。都有啲水兵嘅，咁啲水兵上咗岸，咁啊又要過下水，咁啊冇可能叫佢哋去黃埔江嗰度游水噶嘛，咁啊所以咧就有個咁嘅泳池喺度啦。咁啊呢個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咧，就後屘就變咗呢個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啦。咁呢個上海生物研究所咧，其實就直到2016年先撤場。咁呢度咧就經過呢個幾年嘅改造咧，先正式對外開放嘅。根據佢呢度嘅介紹咧，其實係2018年中叫做初步對外開放，真真正正有商户入住，可以即係俾嗰啲市民啊嗰啲人過嚟呢度行咧，其實應該係2019年嘅事啊。所以其實呢度咧都算係一個比較新嘅地方嚟。家下咧就喺我身后咧就系武康大楼啦。咁啊，点解要叫呢栋嘢武康大厦呢？因为佢就喺武康路嘅路口嗰度。咁啊，其实呢栋嘢咧以前就叫诺曼底公寓啦，就系乌达哈一个好出名嘅建筑。咁啊，乌达哈呢个人咧真系喺上海咧好多好出名嘅建筑都真系同佢有关系嘅。咁咧家下咧就因为呢条路开始咧就有好多嗰啲。好靚嘅西式建築啦，咁啊，大家可以跟住我嘅鏡頭去買埋咁樣睇一睇啦。因為咧呢段路咧，基本上咧就係呢個以前舊租界嘅精華所在，到家下咧都係好多嗰、那個領事館啊，同埋領事館嘅官邸喺呢度嘅。呢一帶嗰度行咧，就即係武康路啊、復興路啊、咩高油路呢一帶嗰度行咧，其實冇幾多屋係新起嘅，好多都係嗰啲掛咗牌嘅上海優秀歷史建築。其實就正正係呢一個區域咧，你就可以即感受到好濃好濃嘅異國風情喺度。不過好可惜啦，就遲咗嚟幾日啦。你其實家咁多位都睇到路兩邊嘅梧桐樹好多都係落得七七八八嘅啦。其實如果你係即好似我以往咧，其實係十一月中到我就會嚟上海嘅啦。嗰時其實個梧桐樹係比較多，即係變曬嗰啲黃色嗰啲葉啊。特別係如果你係落完雨之後。即係個朝早咧，呢邊嗰個區域係顯得更加之浪漫嘅，雖然係好鬼死凍，咁就其實都係嗰啲洋樓嗰啲西式建築嗰啲啦。其實對比喺南京同上海呢一個區域咧，南京嗰邊怡和路嗰邊其實都 OK 靚嘅，但係就係都好似我先所講啦，缺少生氣啦。你睇下呢邊嗰、那個呢一、這個區域啊，即係福興路呢邊嗰個區域啊，武康路呢邊區域，其實係好多人，亦都仲有好多人喺度住。都有好多啲生活設施啊，小學啊、商店啊，乜都有。南京嗰邊嗰個怡和路咧，其實真係冇乜嘢喺度嘅啫。
今日喺上海啦，諗住喺度過聖誕啦，咁啊，其實一早已經出去食飯嘅啦。其實點知嚟到呢個新天地嗰度，發現去開幾間店咧，所有位都係冇曬嘅。嗰間咩 Green and Safe 同埋 Green and Safe 對面嗰間嘢咧，係乜都冇啊，係乜位都冇啊，仲要。佢嗰度等位嗰啲人已經係排到嗰個噴水嗰個公仔。我家下咧係喺個地鐵口嗰度，呢個係新天地嘅一號口嗰度喺度講緊嘢嘅，因為實在太逼啦嗰度。講下新天地啦，新天地咧其實就係、是中國個記得係有幾個地方都有新天地嘅，佢都係用嗰啲舊街區、舊建築啊嗰啲去改造出嚟嘅。家下十点十五分左右啦，终于翻到去酒店啦。咁啊，讲一讲今日去过嘅常生生所啦。其实咧，你喺常生生所嗰度咧，可以睇到嘅旧建筑咧系唔多嘅。就净系得嗰个海军俱乐部嘅泳池啊，川科嘅别墅啊，仲有嗰个喷水池后边嗰个仓库同埋书店。咁其中咧嗰个书店咧。就是以前那個哥倫比亞俱樂部的主體建築，其實那裡呢，講真，如果它是執好了，更加多的招商引資那些做好呢，其實那裡是 OK 靚的，而且那裡那個位置是 OK 方便的，應該第日都會很多人去。講回武康路那裡啦，真的家鎮那邊呢，其實真的超多人去那邊，又多那些店仔啦，又多那些客啊，那些遊客啊，那些上海市民啊過去那裡，那裡已經變得越來越熱鬧。早幾年其實我第一次過去那裡呢，真的有些靜啊，即是那種 feel 是很安靜、很寧靜那種的，家陣就是熱熱鬧鬧，不過其實都 OK 的，那邊其實都是一直以來都是舒服的。是那邊呢，哦，是啊，酒店去武康路那裡都是很快，你走路過去貌似又是15分鐘左右的腳程，當然踩單車更加快啦，踩單車就那五六分鐘的，不過看著在上海踩單車呢，一定要按足它那個劃給你那個位置去走去過馬路，這個是要記得的。咁就最後講講新天地呢個地方啦。其實咧，我幾中意新天地呢度，因為咧佢係由呢個舊建築改造出嚟嘅。咁咧，我哋喺行街買嘢嗰陣時咧，你又可以睇到嗰啲新翻新過嘅舊建築啦。其實都可以感受到佢呢度街區嘅歷史文化。咁啊，上海呢個新天地咧，其實係由呢個石庫門改造出嚟嘅。咁啊，咩叫石庫門呢？石庫門就係、是以前上海嘅一種住宅啦。咁不過呢樣嘢咧，家下先唔講住，下次嚟上海再同各位傾一傾。因為如果要講呢樣嘢咧，可以講好耐好耐。咁啊，講翻上海呢個新天地先啦。咁其實呢度咧就真係幾靚下嘅，不過佢咧就好精緻，好細。所以其實很快可以行完，不過其實冇所謂嘅。你其實喺新天地嗰度，你行得唔夠嘅，你咪行上淮海路嗰度咯。反正一路行嘅話，你就去到淮海路嗰度。淮海路又係一大堆嗰啲舊建築啊，嗰啲城市咁，似咩國泰啊嗰啲咁樣都 OK 靚噶。總之其實上海呢個區域，我其實覺得呢度先係佢以前嘅精華所在。畢竟呢度。上海佢嗰啲有嗰啲異國風情嗰啲建築就係喺舊法租界嗰度咯。當然嚟浦東嗰邊睇嗰個摩天大樓啊，金門中心嗰邊嗰啲又係另外一番嗰、那個風情啦，嗰啲其實又係一個好壯觀嘅。好啦，今日就係喺上海嘅第二日，大概就～
係咁樣樣嘅狀況啦。咁希望各位中意呢段視頻，俾個 like。俾個轉發一下啦，或者寫低你哋嘅意見啦。今次係咁先，多謝咁多位收睇，拜拜。